这边限制可能没有到。虽然它是规定套路，不过它的剑法。 也是包括刺剑、挂剑、撩剑、点剑、劈剑、崩剑、截剑跟剪网花，最基本的剑法都不会跑掉。好，甄思涵。 这个也是有点小惊险。9:13哦，他是目前的第二名哦，质量被扣0.3。